去哦，有90块的叉烧，对，有90块叉烧，有 CP 值好高，100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飞鱼。干嘛？我改名了。哦 ，OK， 这里查 A。我们现在人在那个101的外面，听说这边最近有进了全台湾第一座自动贩卖机，然后是卖便当的。自动贩卖机卖便当。自动贩卖机卖便当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进去跟全101里面的员工抢便当贩卖机里面的便当。走吧，那我们就直接去看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吧。OK。哇，那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购物。山贼鸡。这样是比较便宜吗？110。我这边有这个鸡肉拿来。哎，这沙拉看起来也不错哦。不然我们先看完全部，然后我们再来决定要吃餐。这个是什么三宝饭哦？哦，双拼饭。CP 值好高，100块。100块双拼饭在外面是正常价格。去，哦，有90块的叉烧。有90块叉烧。要先按这个。哦，要先按那个，要先按这个，然后 B 卡。它会自己出来吗？哦，有。一定是吃某餐餐。哦，好。对不对？台那么高，对，没错没错。哦，吃饭就是要吃饭，是是是，热的。沙拉不是应该是冷的吗？哦，这边是卖牛奶的吧？排骨好了，怀旧排骨。OK， 有啦，129块。要帮你收。对啊，对啊。有看到我的分量比你大，你的150啊，废话。哎，他其实没有什么介绍，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时尚便当而已哦。你要看我的比较特别，这不是沙拉，下面明明就有饭，他那是偏素食类的，偏素食便当啊。没有屁啊，这是一大块肉。口感怎么样？说真的，我觉得算新鲜吧，就它肉算新鲜啊。我直接看你的肉啊。我的肉超棒的，太干太柴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我觉得是这样，可是其实一般外面买差不多这个水准啊。它蛮香的，我试试看它的高丽菜，很脆。这张冰最有名的就是米饭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认真讲，你从外面店里买，然后拿到家里好吃，因为拿到家有时候可能会冷掉，可能因为我们才刚买，然后就现吃啊。很多家这张冰他们的菜是冷的，他们就是煮好了，然后一锅放在那边，然后要就抓，要就夹。排骨看起来很腻，我试试看。怎样？我觉得不行。你觉得不行是？超油腻，我这边，啊，这很油哎，欸！你这样就知道了。我们刚才点餐的时候，它的排骨看起来是用炸的，可是我觉得因为要保温啊，所以本来里面也不能说怎么炸的吧。你的肉也是煮的啊？对，我肉也是水煮啊。可实际上你去吃当便当，店家买排骨应该也像这样吧？大部分便当店都这样，吃起来像水。对，它外面那一层很不爽，你知道吗？它很像那种幼稚园在吃点心或是什么统餐，放很久，然后明显就跟其他东西搅和在一起，差不多统餐的水准，其他都还蛮不错的，说实话，饭量也蛮大的，也不是每一家吃当便当都那么便宜。这边卖的其实算便宜，而且它在新一区。你的，因为我刚刚也吃了一下，觉得就是还可以啦。啊，刚刚我们看到还有什么双拼饭，旁边是卖饮料是不是？旁边那一柜是卖饮料的，贩卖机贩卖便当，这真的很厉害。但是说实话，新奇度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还好，卖方便的啦。但是主要就是帮大家试一下，个人觉得还好。今天差不多就这边，我是飞鱼，我是柴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